台中县政府社会处为了推广家庭守护安全的观念，23号特别在成功镇举办了一场七在一起安全有你的活动，希望透过游戏的方式来加强家庭安全的观念。淮安县区家庭福利服务中心于7月22号在成功镇白首联河滨公园办理七在一起安全有你。其实不只是我们希望社区的家庭跟社区要爱在一起，我们希望政府机关彼此之间也要爱在一起。海岸县家庭独立服务中心那就设在我们成功镇。那各位，如果你在家庭上面、家庭经营上面，还是亲子之间有任何需要帮忙的，都可以找这个中心来协助。陶处长及参与活动贵宾在活动中变身成为安全使者，以气弹枪将舞台上贫穷、孤单、暴力等12个象征负面元素的气球一一击破，表达社区网络支持系统，一起走入家庭，捍卫幸福的意涵。海岸县区家庭福利服务中心的莉亚上台鼓舞大家，利用健康、陪伴、沟通、安全等心情面对家庭问题。